First of all, I got here this morning and I was looking at the staff, the pastors, the elders. Everyone's like this. And it's like this. Praise the Lord. I feel the same way. We're in the water for 4 hours yesterday. My shoulder holding the back and the nose going like this. Oh my goodness, I am so sore from doing that. 972 people signed up and about 1,005 people got baptized. 2020年9月12日，位在美国加州的奇诺港各个他礼拜堂创下惊人纪录，在新港滩的科罗纳德阿尔玛州立海滩举办近千人的户外洗礼。加州正在经历属灵复兴，各个他教会主任牧师吉纳格里森在接受新闻采访时说道，他说，今年的户外受洗人数数目显著，通常受洗规模为300人，但12日的受洗人数却超过三倍。许多成人、孩童、家庭聚集在海滩，领受从神而来的爱与美善。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影响，基督徒们努力应对宗教仪式受限的情况，在海滩举行属灵复兴会成为南加州的常见景象。七月，福音组织每周五晚在海滩举行敬拜会，参加者有机会听到福音，在海边受洗，被圣灵充满，获得自由。杰西的目标是达到2000人，并且训练更多人。50多位事工伙伴和2000位参与者的预备，盼望带领5万人得救。根据伯特利音乐的敬拜主领肖恩·费赫特的说法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我们的教会内，我们有点被迫困在我们的教堂外，只能找出替代的解决方案。肖恩接受采访说道，这项运动让他想起60、70年代的耶稣运动。我知道在我们当中会成为一股风潮，神正在当中运行着。